跟这间餐馆9年。哦，上一次他这个是从 Commonwealth 过来的，也跟着他跑过来的。没有，太好吃了，尤其是这个 lobster 真的很好吃。为什么？什么好吃？先解释，它的粥是好像潮州那种粥的，的一种粥的煮法。好不好吃？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是真的。上个星期我才来吃，但有一对夫妇走进来，他就问我，我看他认得我们，刚刚我们三个一起，他认得我，他说：“哎，你是 Ashley 啊？”他讲不接 Ashley， 然后我就吓一跳，我不认识他的，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他就说：“好吃不？”我讲：“没你看哪，你吃看嘛。”没吃，我请。省外，好吃，你吃看嘛。然后就 try 了，哦、这个安哥很 steady， 他吃完了。没有，他吃完了走过来，他直接坐在我们的 table， 他就问我，请教我讲，你怎么样？你其他烧你怎么样？你把假你好假的，好的。然后最后我那餐他帮我买单，130多块。所以这富伯哥就有这个好处，哎，那这个汤底做得很好，他用的是本地的 lobster， 反正我觉得。我也发现，我们两个发现，包括我们现在有研究，本地的 lobster 好像比 Boston 的 lobster 更有味道，更有味道。要配上这个汤是一流，所以人家问我好不好吃的粥，我就可以肯定是一流，不然我就不会跟他跑到9年跑了这样子。很好，因为佢个汤底好清啊，香。Besides this, they also have this Marmite pork chop. Marmite on its own is used as a spread on the bread.Today, they use it as a cooking ingredient. The highlight of this Marmite pork chop is the thick and the meaty. Then, because of the sugar and the honey, mustard the bun, and it's really, when you chew together with the meat, it's so chewy and so tender. 有这个黑椒鹿肉，其实鹿肉很适合新加坡人吃。为什么呢？很多人都没有吃牛肉嘛，新加坡人。咁呢個鹿肉就可以代替咗佢嘅牛肉喎，因為佢哋嘅味道差唔多，不過鹿肉嘅營養價值比牛肉更加高，因為佢膽固醇好低，而且佢蛋白質好高，所以咁樣嘅煮法咧係好健康嘅。咁老闆係用黑椒汁嚟煮，咁當我食外邊嘅時候，你睇到黑色啦，咁我知道係黑椒啦。佢外邊嘅時候，你食到黑椒味。但是它不會融入入面，不會影響了鹿肉的味道。當你咬入去的時候，很腍很爽，所以它的味道只是在外面，但是 鹿肉的味道還是在那裡。他們兩個很疼我，因為知道我跟了9年，所以兩個比較大的菜都讓我解釋，有原因，因為吃了很久。而這個菜呢，來這裡一定要吃。我記得他的公菜桌有一段時間他沒有在煮這個菜，真的很长时间，最少要用2个钟头来煮。怎么煮法呢？泡菜，他先炸过。我们这种人很贪心的，他之前是放4-5片，然后我们说不够了，老板，我就跟他这样熟。现在变成是放了6-7片，炸过，然后包住这个鸡。很多人在鸡的里面是没有放东西，而这里不同，就是他放了一些配料哦，把那个鸡跟整个味道很像。它里面有那个木耳、绿植啊，仲有我呢度有红枣同埋杞子。你看它放了这四样东西更香，还有像它的这个汁啊，为什么我们要它给我们多一点那个泡菜？因为它吸了那个味道，你吃的时候很脆，很入味。里面有了那个鱼露，老抄跟生抄，这些都是可以把那个味道带起来。所以他说6片7片。我觉得不够啊，不过很过分了，已经很过分了。The last time I had, I prefer the cabbage than the chicken. It got everything. The cabbage is even more. Chicken 我们最后是慢慢吃，最后是吃那个。这个菜没有了。它的鸡哦也是很嫩，你咬下去它的肉哦，它煮了那么久还是那么嫩，真的那个功夫也有在那。老板很大方的，我们叫这个没有叫这个，他送的。其实刚才他 come out, I really smell the spicy fragrance. So just now I just had it, right? It's not spicy at all. It's so easy to eat, it's so vertical, and so delicious. 其实炒昂菜真的很困难。为什么呢？你要炒到个火候，它要快炒。如果不是老了就好像咬到真的老人家真的咬不到的，因为很硬。所以它要快炒，还有它为什么这么香，就是因为很爽口，它那个虾米。它的蝦味真的做得很好，剛剛好，
佢唔會搶咗嗰個更乾嗰個味道，但係佢嘅蝦米亦都好濃，啱啱配到絕配。嗯，它像你那个用的选料是上等香，是很香。嗯，炒出来已经闻到那个香的那个味道。嗯，还没有吃之前已经对了，翻碟没有了，没有拍之前。你看我的外表是比较新潮，我内里的话是很有一点保守跟老土。哦，跟吃火锅一样的嘞。刚才你吃很多东西都是很大菜啊。最后我还是要吃火盆。有个你觉得我老土是，其实是我觉得炒火盆才可以考到厨师的工作。是，我不用考这个厨师，九年的我跟他九年的朋友，我已经知道他有多少的功夫。特别介绍这个菜，是因为它里面放了一个东西，在炒那个火盆的时候，是很多餐馆里面吃不到。你讲秘密可以吗？这餐你们请啊。他放了鱼露哦，鱼露哇，稀客呀！这些就是一点心思，不然他去了哪里我跟哪里。我就有两个人我一直跟，一个就是 hairstylist， 他跑了十多间我跟他十多间。好，现在这个师傅也是去了这么多间，跑这么多间，是因为过了一个星期我又想念他的味道。想念他的味道啊，他太太一直看着我，去到哪里 come on， 我要跟着去，来到这里我跟着。没办法，它的味道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跑过去。炒火盆真的很香，它来的时候已经是哇很香，所以它炒的那个味功夫真的是在那里。哦，真好真的好香。它好夸张嘅，平时我一个人可以食一碟嘅。啊，呢个真的喺呢度我食一碟啫，唔系次次嘅。我呢其实你的个，还有我的个 beef， 我的是 beef 火盆 ，is my childhood fall dish。This beef 火盆。It's so nice, tough flavor, and the meat is well tenderized, and the gravy is so worth loving. 其实你睇下我呢个豆腐啊，其实点解我中意食呢个豆腐呢？系因为呢度嘅豆腐你食得安心。咁样讲，我唔系卖广告啊，系因为呢度嘅豆腐系自己做的，所以佢入边咧系唔会有嗰啲防腐剂啊或者凝固素喺入边，所以你食嘅时候系安全又有营养嘅，唔系话好似喺出边买嘅系好似有少少冇营养价值啊嘛，我好肯定，同埋佢自己做噶嘛，所以当佢做好之后咧，炸咗外皮咧。好脆皮，入面的豆腐味仲系好浓，咁佢呢个菜佢加埋咗金针菇同埋菠菜，两个嘅配搭，我觉得配得啱啱好，因为佢嘅豆腐嘅皮有好有口感啊，因为佢炸咗之后个皮系有少少粗粗地，咁原来再加金针菇同埋菠菜喺入边，嗰个配法嗰个味道，这个豆腐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很讲究。健康，对，那这个豆腐真的它做到那个，其实你们看色泽就知道它的东西。看这个，你去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它可以吃一盘的，我自己一颗也可以吃一盘的，真的。我吃什么好？豆腐了。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那快乐，只交在店里最亲近，醉到累了，都在随口拍片，风该听到怕了，谁在偷笑呢？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唱着歌，睡着了。